最近有一个 YouTuber 啊，在台中开一间炸鸡店呢，欧妈妈啦，真的叫欧妈妈呢，吃完了，欧爸爸啦。胖公公，哎，公公胖嘞，来哦，那这一间是我们 YouTuber 阿进所开的欧妈妈炸鸡啦，阿进，我不会手下留情，我细的，我太呛，效果啦，效果啦，给他倒出来啊。哦，小胖哎、欸，我水都快滴下来。那我这次点的是他们的八块鸡统餐啦、啊、他们还有附上两个特制酱料，胡麻酱跟妈妈辣酱啊。现在给他吃一下原味的试试看啦、啊。不太想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们炸鸡很合我胃口呢，吃起来肉质非常的软嫩呐、啊，然后重点是哎皮烤烤烤烤烤，我天哪，舒服呢！鸡胸吃起来完全不会柴，就算了。它腌料香气，我个人也是非常。